小柔。林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天气有点凉，你喝个热水吧。严不严重啊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。就是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不好我不好，算我的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没有歪。不用整形，放心啊。不是我说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在我家门口到底要干嘛？我一天都没有事情做了，给你打电话也没有人接，我怕有什么事情落下没做，就在门口等着了。其实你不用这样，该下班就下班，有什么事情自然会交代你。